OK。那这边的话，下面就是温哥华市区，然后它那边的港口，它那什么港，维多利亚港吧，我也不晓得。然后呢，再到后面这里，再过去，来，看到那个房子了没有？那个房子呢是四季的餐厅嘛，然后是温哥华里面算是最高级的，那景观也很好，那里面的话有咖啡可以喝，也可以在里面用餐，那听说是很多有名的人他们会来这边，东西不大好吃啦。